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，我是石涛。周末的时候，习近平将召开这个呃，应该是中共中央二次会议。那二次会议呢，一个是讨论国呃国务院的政府报告，另外一个是讨论党和国家政治机关的改革。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，而改革的任何细节都没有被披露出来，我们不知道将会如何改革。 但随着时间推移呢，一些内容是推出来了。那政党和政府机关的改革，它的概念是什么？它概念是建立真正的习氏王朝。习氏王朝是来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、军委主席，他在如何统领他的习氏王朝？那各衙门口、各部门，他要有他的确定方式。原来的概念。 就是原来现在改革之前的部委的概念，是以共产党的概念为中心，以政治局常委作为决定最高决策的为中心。那现在的政所有政府的建架结构，是从邓小平的那个年代、改革开放年代这么延续，一步一步延续过来的。那它的延续的故事呢，本身就是。 从邓小平过来，每十年换一届，每十年换一届，他整个政府的肩架结构是服务于那样的肩架结构。那里面包括的有习近平派别，有改革派别，有团派，有江派，有这个什么派都有，花生派什么派都有。所以他有了中共不同的派系系统，在政府部门都要分赃分瓜的，所以。 越多的政府部门，是因为中共内部的派系多，那他大家都有官当，有钱花，有饭吃，对吧？有房子买，所以这东西它是那么对应过来的。那到了习近平障上呢，政治局常委他全给废了，对吧？全改了。那二十大他成功的进行了政变，政变了中共政权。当中共政权政变被政变之后，那中共国家的党和机关领。领 这这种肩架结构当然就不适合二十大之后的习氏王朝的核心了。哦，我我想朋友们要这么理解。所以这种肩架结构将意味着习近平在如何把握自己的权利。他的肩架结构的核心一定是以他的安危作为首要的基点，就是习近平的安危作为首要的基点。任何人在这样的一个权力肩架结构之后。 将很难威胁到他，他以他最大可能去保护自己，所以我就我以为就是最大的利益点，我以为就是就是用这个安倍晋三对他评价的话，习近平是个极端的实用主义者，那他一个极端的实用主义者一定会把他的权利用到极致，一个极端的自卑的人，一个在共产党毛泽东的框架下。 家里面遭受了无尽的迫害，家里的亲人死亡，自己被出卖，他他他就像被烙煎饼一样，翻饼烙饼油炸馅饼。他在这个体制之下被他被烙了多少回，他就把把每一次的痛苦作为他积累经验、总结共产党统治和如何保证自己权利的核心的一种经验。相信他最令他费解的，或者说最令他感兴趣。 就是在那么折腾的背景之下，为什么没有人敢动毛泽东？那他自己的家庭也是被折腾。那他的父亲，他的父亲是当初毛泽东万里长征跑到他父亲的根据地啊。他父亲跟刘志丹是陕西的，所以跑到跑到了陕西，结果把地头蛇给掐死了，把刘志丹给弄死了，那把他差点给毁了。 还那那那个强龙不压地头蛇，这是传统。结果习近平，这个毛泽东可以把他们整死，整死完之后又让他活了，活了完又整死，整死完又活了，让他永远就这么整他，还让他们去对毛泽东感恩戴德。他爹，我相信这是他觉得，这是今天中共体制之下最超然的物种啊，最可怕的权利。那他在，我觉得他在效仿这些。 而效仿这些呢？我们也提到过，如果他意识到共产党，共产党本身真正威胁他的话，啊，共产党的某些东西威胁到他的生命，威胁到他的权力，威胁到他的宏图大志啊，他的真大宏，那人类命运共同体那是他的大志向。当威胁到这些的时候，他将如何利用政府机构的肩架结构去摧毁党的肩架结构？ 我真不开玩笑，你是是完全可以这么看的，就是他利用这一次的改革开放，将如何摧毁党在国家机关机构当中的权力跟利益，而却集中在所有国家的权力，啊，所有国家的权利，包括军队的，包括这个司法的，会集中在他习近平自己手里面，这是他的核心。当没有出笼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这么猜测。 那这这个概念，就是他这种权利的概念，早已经突破了。他跟什么胡胡，他跟这个这个呃李克强之间争权呢，根本就不存在，根本就不存在了，完全不存在了。我相信，像李克强他们，最期盼的就是洗洗屁股回家了，洗洗屁股回家人家啊。 就意思，你别别，他拉上完厕所不擦屁股扔给人家，别介，我洗干净了，我连手指都是你姓席的，我就一分钱的，你让我回家吧，因为我要胡打手指回了家了，到时候你反腐反我，我相信谁都会这样，因为其他的官都是在共产党的系统的框架下产生的，那他的苟且偷生，他的贪婪无尽。 交织在一起，所以你就看到习近平在反腐当中把，把把他近的远的全打了，全给反腐了。但是留下他们的狗命，一定留下他们的狗命，会留给他们子女一些钱，嗯、会留给他们的房子。你看看有几个被打下来的官流落街头的？没有，啊，绝对没有。你看看哪些被打下的官，他们的子女。 出现了另类的说法，任何新闻里都没有，所以他你你就看看伯熙莱的儿子，伯熙莱的儿子，呱呱，呱呱，据说在加拿大多伦多，他不会拿掉国家的钱的。那这些老他最怕的就是你们，就像伯熙莱似的，我有红绸大志，有一天我从监狱出来，我把你习近平整死，这是他不接受的，我就让你死在监狱里头。但只要你投降了。 你看，为什么所有那些贪官都会上电视？然后，呃，改过自新，判个死缓，然后判做一段视频，然后就就没了。这人就不知道上哪了，没了。这段戏就演完了。所以，那他年龄被打下来都是六七十岁。那他把命给你留下了，那你还要啥？然后把钱给你留下还，孩留给孩子了。然后把你房子该你该做过开兰博基尼接着开，但是你不能没有机会再往下走。 就全都是削官为民，啊，都贬为庶民了。他用这个方式，就是压住了整个场面。他没有把怨气积，就是非要整死他。但是呢，想整死他的人特别多，所以这就是今天我我眼睛里看到的故事。那他的重点呢，也就变成了这次他的，呃，这个所谓机构改革就变成非常关键。 呃，这篇文章他说叫习近平启动大清洗，这不是清洗啊，这个真的不是清洗。他这个，如果你一定说清洗的话，就是他的机构改革将清洗党领导的一切，就是共产党在这里面的成分，取而代之的是习近平在国家地位，而不是共产党在国家地位。他十有八九会这么走的，十有八九会这么走。 那这篇文章我跟大家解释了，那个没有什，在我眼睛里没有什么了。呃，机构改革，国务院权力缩水，多个部门被撤并。那国务院权力缩水，这不是对着李克强去的，他没有用了。那国务院呢，它的机构庞大，是原来把分官的人多。那习近平呢，他也不愿意让那么多官官在这儿，他就给他转了，而国务院就成为了隔开，就是。 是一种隔离层。那国家的运作透过国务院，那国务院掌握着各部委。那习近平要听呢，只能听国务院的总理办公室的汇报，他看看不到各部委。那把国务院缩水，把很多部再成立一些新的综合部门委员会，汇集到一些各部委，然后这个部委呢跟国务院甚至等是等是等级的，也就是。 将向习近平自己汇报，这样的话，习近平自己就是真正皇帝吗？这应该是这个方向。所以表面看起来是国务院缩水了，实际呢是他要更加的进入到事情的最前线，他斩掉中间的二二传手，国务院总理就是二传手。呃，习近平思想，习近平核心统筹领导改革方案。 呃，《星岛日报》说，二十二号，昨天呢，一党领政方向不变，动作不会那么大。呃，广电总局应该没了。他说，人力资源部、社会保障部、民政部将合为一个部委，这是非常可能的。我我我以为这是非常可能的。那而广电部等等相关呢，会归到中宣部。中宣部是共产党的党系统当中的。 那他党的系统当中，中宣部呢？他其实其实现在转变成是习宣部，只能宣，只能就是对习近平本身的一个故事。呃，政部委可能会减少到八个，啊、呃，那副部委减少七个，这样的话就就下就减弱了。那国家行政学院转为中央党校，那公务员转入中央党校统管。 那公务员归中央总组织部，国务院将侨办等等归央归中央统战部，所以他就往上走了，把很多政府部门就转为党的行政部门走了，党的党的部门走了，实际而那个党的部门呢，直接向习近平办公室汇报，他他这我想他是这个故事了。那这里讲述的就是这种缩编的故事。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。 就是公安部跟国安部将脱离国务院，改成内政内政委员会，就相呃相当于原很多国家的内政部长。那内政部长统管统管国家的所有的安全，他这里要把国安部都放在里面呢，也就变成了相当于美国的 FBI 跟 CIA 统一归内政部管。CIA 是对外的啊，反情报系统。 那 FBI 呢是对内的，那这就是中国的公安部跟国安部转成内内政部，那内政委员会统一归习近平办公室管，把国家安危就放在了最高处。所以原来的公安部跟国安部是由国务院管理国家，它不是，所以这个是最突出的，因为国家的安全跟军队。 对吧？军委是他是主席，国家的安全转到他手里面。王晓红将做委员会的主席，同时兼任应该是国务国务院的委员吧。因为王晓红成为了国务院的委员，是一个很很令人就是令人解释不通的一个，因为作为公安部长来讲，不应该是这个位置。所以这里面就谈到了《明报》说，二中全会下周举行。 啊，机构改革内容没有被披露，而比较厉害的就是公安国安推摆脱国安呃摆脱国务院系统，成立直属中共中央的内委会，内部安全委员会，内委会包括公安、移民、户籍、交通、反恐、反间谍，呃，甚至民政部的功能都转入到其中。那原来。 中共建政初期就是内务部，就是内务部长。呃，俄罗斯也有，现在还有，所以会由王晓红主管啊。所以他为什么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？原因就在这儿。那至于国安部的对外情报功能是否会转入内委会，他说不太确定。他说这里面的问题就跟中央政法委出现冲突了，一点都不冲突。中央政法委将被取缔。 他就是他的取缔就是把他废了，他由内委会管，所以这这是一个政法委是习近平非常，呃非常哽咽的地方，非常不喜欢的地方，因为从一开始就是政法委找他麻烦，垂帘听政也是政法委的一切，所以政法委是共产党系统的，当他成为内委会之后势必顶掉政法委，顶掉政法委。 党的系统的很多东西就已经不存在了。政法委，因为因为他的政法委的特权就在于他有枪有炮有有有人有马，对不对？军队是对外的，政法委是对内的。那当他改成内委会之后，就把所有的人都关起来，所有中国人都归他管，吃喝拉撒睡，对吧？大数据都归这里管，就把政法委废。所以废掉政法委，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志，就是。 西式王朝的成立，在我眼里基本上可以看出来是这样。西呃，而弱化，呃，弱化这个国务院，成立更多的委员会，单一的委员会就是一大部门一大块，就是单一的一委员会，直接向习近平汇报。西式王朝的肩胛结构，细因为细节还没有出来，他真正的决定没有出来，但是这个故事是这个方向，所以我坚持认为呢。 你看到的西式王朝的成立，而中共政权被颠覆，啊，中共政权被颠覆呢？是党领导一切，名义上会可能还是党领导一切，但是党领导一切的背景呢，却有着另外一个东西，就是习近平是党的领袖。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